你好，你编号几号？他编号是53。你去过台湾了吗？还没过来乱住。没去。他没有去过。在台湾，你有亲戚朋友吗？我来那边同学都很白的。没空。他没有。你会抽烟喝酒吗？还没喝红酒吗？没空。他不会。目前在越南，你做什么工作？现在在那喊工有谁？喊店。我做焊工，做船工。一个月薪水是多少？我谈了好半月。8000。他薪水大概150块美金。来台湾工作很辛苦，你受得了吗？原来那行业真的很难，我请了工。能过。他受得了。如果雇主要求你配合加班，你愿意吗？有主要工上班，我同意工。你们同意啊？我愿意。对今天面试的工作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还在访问那个门内经理工？能空。他没有问题。你都清楚了吗？还没有搞出去。还没有。他清楚了。今天你回答的问题，你要老实、确实，不能欺骗，你知道吗？够讲了，我安然那给他一点尊重，控制不住，我没有空。还没有。他知道了。现在请你提沙包。回来，你在地方干。来，开始。一。二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。